就是最大的重点告诉你是这些东西不影响，这些像我看到的统计件组织结构它不影响其实在房屋的那个建筑的时候，民国五周年就是发现工厂业务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啊。成立一个台车公司，台湾车辆公司，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店里都在那个嘛，因为也是接到那个其他的，就是很多地方还是多的，很多还是快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的回头看后面这条火钢的电热工厂，就电机部分，因为我们火车这开始上班，从早上8点加到下午5点，啊，还有钱拿，而且你看我们的天车操作的大哥，天车司机大哥，我们里面有冷气，这么好，来啊，来台铁上班吧。哎，蓝色这个有四部，啊 ，DR 2100到2400型的，这叫汽油车。汽油车每一部车它可以单独的充量，就是火车头，它是两边都有车的。火车就怎么样，不用掉头，司机只要换边就好。那以前的蒸汽火车呢，火车头没有办法变，所以以前的火车站或者是上，来看看你对机械喜欢的。
高性的地方，我们不但会修火车，我们还制造过火车出去。好，为什么把它架高性？好问题，我想说，果然是内行的。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火车，通通都是落地，通通都是站在我们的铁轨上面。只有这部火车，这个火车，为什么要穿溜冰鞋？聪明，太好了，欢迎。欢迎台铁上班。我们的山比较多啊，有人说为什么？可能是不是日本人设计的？我们的台湾铁路这样，这个要那么规矩？不是哦，因为日本跟我们一样都是起山，英国人来设计，所以英国人那个时候设计的都是一在海岛上使用的都是1067，那而且轨距这个不一样，还跟各位火车，尤其在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像欧亚大陆、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互相之间的轨。所谓的挺台车，啊，我刚讲，那目前最多的地方就是留在我们台铁上面，等待报废，38%。那七组占截的食量变成两组做动态展示，这边有没有写到吗？2月28号，他要从树林开到台中站，秒杀。其实跟你们讲，因为你们买不到票，买不到票，这种东西一上网根本眼睛眨一下就满。非常非常的那个，但你要开5000公里，有的在家里面家用车还没有那么容易。火车呢，我们的列车呢，基隆到高雄，比如说400公里好了，一天是跑一趟吗？不用啦，或者是自强号，一天是跑一趟吗？一定去又要回来，来回，甚至一天有4趟，4×4=16，一天就跑了1000多公里，对火车的损伤是很大的，磨耗是很大，尤其是铁轨不够。会有点飞一点，它的高低差会让你火车能够圆的会更近，因为它每次好像停在跳一下，所以火车进来这边，比如说火车那个铁轮要在那边做睡觉，我们的打卡通是不是有打卡记录？刚一开始说我们进来在大门口要打一次卡，每天中午要再打一次卡，因为这工厂真的很大，哦，这工厂真的很大，有时候一下子人不见了就找不到你，来搭一轨。一定要控制你最少中午要回来再打卡一次，啊，就告诉你，怕有的员工我没到，我12:30到4:40可以让你打卡，时间到怎么样？去几下，我就不让你打卡了，还被关起来，我看这个有规定时间，啊，就控制你时间，就是时间到来打卡，时间过了那就要解除。最早的时候，前面有挡花、挡那个花的地方，那个平台是以前的煤台，就是卸煤台。火车运进来，又把煤卸在那个地方。最早是烧煤，里面是煤。奉天宫那边就有3座煤矿，光是小小一个地方，松山区就有7-8座煤矿。最重要是什么？看到平交道，第一步就是停下来，停下来，一定要停下来，然后再怎么样，两边看。然后对我们台铁，如果台铁员工，他就讲说右边好乱，没有人。
我给我自己念的，有车里面有在困，还听到声音。当你在火车道上面，火车时速大概七八十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在灰色铁箱那边看到火车的时候，来不及跑，会怎么样？好，冠宇工厂，各位有去参观那个，看一下最古老的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是为什么会有这台机器？因为我们刚铁路不是日本人开始设计，铁路最早在刘铭传时代，1885年台湾设计，从1885年他开始我们台湾要现代化的。好，1887年的时候设立了台北商铁路商务总局，所以我们台铁的历史。像我们今年去年庆祝131年，就是以1887年来算，好，上下捶打，好，所以这台机器是我们的镇厂之宝，而且到了2012年我们迁厂之前，这个机器是还可以动的，所以待会，各位如果来参观，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还在修复当中？各位如果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问卷调查，你们可以讲说希望这个机器，好，比如说你看的觉得。像不像跟大公博物馆一样，或者是跟京都博物馆，让这些有些东西让它可以恢复，它可以动，好，可以做动态展示，好，甚至也就是机场里面。那你像避震器，火车下面转向架是有避震器，弹簧都可以能够知道。好，这个1889，所以这个机器看着它，由民族看着它，数字昨天看着它，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好，1889。让你在远方就会现在的那个什么 VR 3000型的，在七五做动态展示，啊，做动态展示，尤其它有些大节日，像节气假期2月28下礼拜，那几天后，它就会发车从台北到东部跑一趟，再回来，啊，练北一线，啊，它要跑一趟，就是叫什么，非常漂亮，啊，那个时候是英国，那时候卖给我们的时候，它。里面的服装的它的地板在高雄的座椅啊，然后在飞机上，他觉得让你坐这个东西4小时从台北到高雄，他让你坐起来有点像坐飞机的地板座椅。大部分都用在我们的厂区里面的调度，啊，比如说机场那个铁路吊车厂里面的
机场里面调度，在外面可以跑或者是一些支线上跑的，像以前淡水线，以前我们淡水线还有火车在跑的时候，就是靠着 S 型机车在跑过，啊，然后其实在路上跑，比如说你要从台北到高雄。叫做点名，好，人员到的用，啊，这一样可以盖章，好，这个盖好要我们做做。M 是 motor， 马达车，表示它是马车。对，每辆副车，辅助车一边有前后车，有司机位。我说变，辅助车有人觉得动力不够，因为辅助车里面只有一个马达车而已。所以现在新的电联车，你像比较新的 BMW 车，真的很怀念。发达以后，我们不但把钱还光，我们正在捐给国际的，捐助第三，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啊，不会说有些国家是拿了就花。
在上面用平移的方式，啊，这个东西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你们回家如果有上 YouTube， 打一个台北机场，在2020的时候，台北做的，你就打2020台北机场车台，应该还看得到，非常的，就已经它吸收西方的技术，啊，它谨慎，日本的谨慎其实受德国人很大的，德国人他会确认。好、哦，他会确认以后，他才会做下一个动作。包括我们现在台铁，包括现在谁，捷运，他不是说卖高铁电哦，卖大电哦，卖没有，他在看灯号 all right， 乘客门关闭 all right， 然后看工厂是不是都是冷冷冰冰、直的、横的、硬邦邦的线条。规定什么时候可以洗澡？不要翘班偷偷跑进来洗澡，就一样10:10之后可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预备室。开转三圈关，当我手上都是泥油的时候，油污的时候，你去转那个东西，下面一个人会说阿利亚姆对，就是你。停一个地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地方，你看就都已经拆掉了，上面都有把那个油污，你看消毒。说不定他会告诉你，原本以前的受雇的时候，他是教育你，有的时候有必要或者怎么样，他现在很教育他，让他教育他，让你在我眼里，他告诉你这个人是不是告诉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干。你不是那种会在意的。Thank you.